在我妈离婚之后，她这个状态很差，也自杀过。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我妈躺在床上，叫不醒她嘛，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药瓶子，我也很害怕，我就赶快叫邻居过来帮忙，送到了医院洗胃。后来呢，我在高考之后，有个人来找我，他说是我爸让他来找我，帮我报考填志愿，我当时就拒绝了。包括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我爸爸又让我的叔叔到学校来找我，我当时也是拒绝了。因为我妈她是一直反对我跟我爸爸见面。如果再接受什么冲击，我觉得我妈爸这边不知道又会怎样。我可以理解为你是为了顾及妈妈的情绪，所以选择了拒绝你父亲。对，我就想这个家安定一点。但是，其实从你的内心来讲，你并没有感受到多么大的怨恨。对，其实我有时候也看不惯我妈，她不光是想让我这样做，她是想让我从内心里就真的恨我爸，比如真的感说同他身受，会，比如说他会怎么做呢？就直接跟我讲她各种的坏话，就不好的事情。这个就说你都不恨她吗？我说了吗？反正就这个意思吧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是让我恨他吗？你恨他不恨他是你的事儿，但是他做的事情我是要讲给你，这个是真的。